很高兴认识你啦，任宇。嗨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了呀。你是哪里来的？我是江西的。我江西哪里啊？是不是简庄山？啊，我是简庄山的哦。我是简庄山旁边的。旁边是湖南，你是湖南赵家人的是吗？不要拍了，我已经不好意思了。不是啊，因为呢，我跟你说了，我都最喜欢那漂亮的女孩子拍照的。但是今天看到你这么特别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是什么东西可以这么亮啊？你告诉我了。多喝酒，是辣椒。啊？多喝酒，多吃辣椒，少抽烟。对。哎，他妈！我如洗澡，都主播，什么都要喝。对。你好厉害呀、啊！那么我放在网上面，你就应该在自己的想怎么去对一下，或者喜欢那个皱眉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说应该怎么对一下就可以了，你说吧。哇，怎么对一下啊？对我好的就可以了，人老实一点喽。然后呢？是不是要有钱有车？啊，没错就可以了。不是，我有些东西你没有的，我有病啊，我神经病啊。那我有精神病。好，再见了。我有精神病。